山，宦官那个手拿着，正是那个布，小鬼那手拿，哎，你干什么呢？弟兄给了油，马给了，没给了的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少年七十五里高道，给你十七岁会得中。哦，哎呀，你干什么的？他是文道三十的小子，文道七的弟。啊，七字的。哎，你干什么的？哎呀，那不故意干吗？混口饭吃吃呀。混口的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卖火车饼个比司令家品。哦，还弄一百几千呢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卖下来，没毛病。也难弄呀。没毛病，去你来的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啊，我是办鹅子的，五通办鸭。哦。哎，只要咳嗽一声了，呱嗒，鸭子一张打掉嘞。灵光灵光哈，好的好的。哎哎，别走。大家注意了。大家听好了，今天要收特别卷，每个人要交特别卷，不交卷就不能摆摊子。哎，听到先生，这个卷地不是老早就收过来没卷？老早是老早的卷，你这个从前是从前的卷，现在要特别卷。特别卷嘛，上趟还是讲特别卷的呀？嗯，这次特别的特别的卷啊，特别为特别卷啊！哎，不要想了啊，都要收卷，每个人都得要交钱。冬天没有三样嘛，总共一个铜板没个，我就啥么子？哎呀，伤心呐！好了，好了，你干什么呢？钱还没有拿就伤心了，伤什么心啊？正是。哎，怎么了？你开枪？啥？你开枪哎？没有开枪，哪声音啊？哎呀，我那鬼相思。我是，这个家伙他奶奶的！哦，小宁吧。别动！来啊啊！你先留着啊！哎、你钱还没交呢。啥？你没做啥过呀？没有钱，没做的生意、哎。你做啥生意？那改嘞？有啥个改嘞？哦，改嘞就改了。哦，改了个名堂都来。嗯，改嘞，改嘞。还有嘛呢？杭州改嘞，绍兴改嘞，还有嘛？广东改嘞，福建改嘞，还有甘肃改嘞。还有烤饼盖嘞，还有红烧盖嘞，八道盖嘞，还有那个咖喱盖嘞。老天爷，盖嘞名堂多，你干饭就不少嘞。你名堂多，我就更喜欢。你喜欢啊？你要没有钱，那就简单的很。哎、你每一种橄榄给我来这么一斤。一斤的，一斤会够的。啊，那盖嘞就会好吃嘞。不行。都吃这个盖嘞，都饭不想吃嘞。好家伙，你漂亮起来了、哎。我要一斤，你说一斤不是够？一斤不够了，拿来两斤。两斤、三斤、五斤，顶么是个够钱的呀？那顶西部弄的都哎，一担两担，一担两担，弄一担一担起来嘛，弄进去了。去你妈的！说笑话嘛你！真的，我已经够了，已经够了。弄过去几盒就几盒。好，就有每一样一斤，每一样一斤那就够了。好，来吧，拿来吧。那。代购当过公司里向有个，我问你拿来，我没呀，你没有啊？我才是王胖盖来呀。王胖干的也好，王胖盖来不好吃呀。不要紧，弄啥呀？这甜不甜？好好好，甜不甜？酸的。哎，那个灵不灵？不大灵的。好不好？不好的。脆不脆？酥的。嘿嘿嘿，哪有酥盖来的呀？你当我不懂盖来的吗？来吃个试看。弄啊！来，侬先生要吃吃橄榄是？是。侬先生吃橄榄是我放心的呀。哦。够巧的，侬先生是不会考这个，不会考又不会吃饭的。对。我晓得侬先生讲道理的人，侬是吃做饭的人，阿拉做小生意要苦恼了些个，对吧？侬吃阿拉橄榄白吃，讲得过吧？讲不过呀。搿种白吃橄榄吃下去不舒服，要来肚上的呀，对不啦？哎，搿种吃白的橄榄吃下去了，老是讲要伤眼的啦，对不啦？哎呦，我不会吃，我告诉你，侬不会吃个。
哎哎哎，你这么一讲嘛，我就不吃你了。哎，我给你说了嘛，我吃十亿不吐不吐的，拿来吃。九公啊，先生，不给我自己拿那个什么玩意儿？哎哎，先生先生，哎先生，你问，那么价钿是嘛刚刚好的是吧？侬要吃嘛喏，那么阿拉别人来买，老实讲，那么稍微价钿大点。嗯。侬先生来买嘛，价钿便宜点，是吧？好的好的，什么价钱？人家来买10000块金鱼券，实在。那么我买，侬买我只要侬1000块，那便宜的啊，1000块一只，那个不是一样的价钱呢啊？是吧？快，设想一点，拿来去再说。哎哎哎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哦哟，你这个盖来里向有骨头噶？盖来里向么哪能有骨头？盖来么盖来我？哦哟，先生，侬盖来没吃过吗？嗯啊，盖来哪能吃法子的啦？哪能吃的啦？不能够熬的呀。哦，盖来么要活人吞下去的呀。哦，要开水吞下去。哎，吞药片了。你当我是傻瓜了？去你娘的！哎呦，今天真是倒霉，出门不利呀、啊，牙齿又把它弄疼了，真是。哎呦，疼得厉害！疼得厉害！要马德卖货，名产食品第四应该比天山南凤进入谁的？小弟弟，小妹妹，吃素子饭，一年一千是零，我吃不零，万事万零，万事万零，一千是零，我吃不零。不能吃素子饭，一年双月是娘娘才吃得好的，牙齿痛还敢吃的，吃我一毛蛋也是痛。怎么牙齿这么好吃的啊？我问你呢，你这个东西吃吗？哎，我想跟你讲的，我跟你讲的。我他奶奶的，我讲的高塔吹高音了，我讲的低你穿低音了，你给我吹交响音乐了是不是啊？我跟你讲话嘞，你现在不要吹了，我要跟你讲话，讲好了再吹啊。你吃了吃鸭子什么的药，我给你拿一点试试看灵不灵啊。我你怕我不给钱呢，吃一包来试试看灵不灵。哎，我知道的嘞啊。哎呦西方的，哎呦你弟弟本来想来中的，哎呦呸呸呸呸呸呸呸，哭得不得了不成是原来中的，哎呦呸呸呸呸呸，我妈个三十里高道七个三十往里呀躺，我儿子眼里来讲笑话，别人开心我悲伤。哎，买的李高汤是甜的，我吃药吃的苦死了，来一块甜的尝尝。你放了？哎，农放？你放了？农放？我不放，我也不放。啊，你不放，我也不放。哎，大家不放？那么我放。农放吗？我放。哦，放放。一刀放。哎，你放可我不放。哎，我。哎，到手脚倒是垮了。哎呀，我尝尝这个味道，甜不甜的啊？哎，冬天没把它弄来来吃好了吗？嗯，蛮甜的，还不错。哎，好吃。这家伙，莫干谁？好吃。哎呦，哎呦，啥？哎呦，哎，疼得更厉害了。哎，弄了啥了？这是啥啥？我的牙疼啊。哎呀，侬牙齿痛还好吃糖啊？哎，吃死糖嘛，痛起来嘎嘎结棍的哟。哎呀呀呀，这糟糕，这糟糕，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呢？我说不要钱，我还是买不了我。还给你，我明天不好吃的嘛。哎，我又不是天天疼的。你什么空手呢？来来来。哎，今天真倒霉了。来来来。我不记得光荣了。白云区。大日门到三日路，小日门到。我也上了这些噻。我说能够看看运气运到。哎，好。我今天为啥个道理嘎倒霉的？儿童运气叫办好。一出来就不好了。你空洞洞吃把这个老祖宗买。什么话？什么吃白蛇？老祖宗。吃白蛇是不简单的。啊，要有面子不吃的人。我吃不吃得了？哎呀！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来我给我看看，今天我一早起来都是不利，不对，有个应当发有关系的啊。我来帮你摸摸关。
摸骨，摸骨的还行。行，哎，在哪里摸？我来，请我。好，来，你给我摸一摸。我不如摸骨的还行，就叫得侬将来生死的结果。哎，好的。好，我手气好个。哎呀。算了休息噻。嗯，那个能够过来的病人搞两年的。哦，两头血迹当中滚圆的七家五人过来呗。好像是大富大贵的呀。哎呦，这个过得好。哎，什么？那个病人过来比比谁个呗？哎，哎呀，谁过得谁过得？谁过得哪听嘛？哎，谁过得好我谁见？哦，谁见的？哎，见过得啦。啊，见。哎，见不脱的跑。哎，好个，哎呦，那这个过来不灵嘞。哦，这个过来他亲。哦，他亲亲过得了。怎么只过得嘛？亲过得，亲过得，亲。松过牙嘛、哦哎？哎呀，不要动了！我怕牛羊。哎，一个西施来。哎呦，你轻点，轻点。我一动，我牙都好个了。哦，不要动了！哎呀，不是西施来。我这个牙。就是一动，哪个磨不好个了？啥道理？我牙疼的那么厉害。哎呦，得跟紧了，得跟着骨头连那个。哦。哎呦，弄完要痛了。哦，要痛。多少要拔脱。现在我捅一个，哎，捅一个，将来要门口捅了、那怎么办？要全部拔光。拔光疼吗？拔光嘛不痛一点。拔光疼，牙齿没有了。哎呀，直接捅都不痛一点。你这个老头儿啊，你当我是傻瓜蛋吗？去你娘的！我再也不会想你了。好气烦！哎，我拔一只拔一个，你不会听你的话，全部拔光的了。哎，杨华生老师来了滑稽系列塑造的滑稽形象，各式各样。丰富多彩，套用七十二家房客当中的人物来演绎老上海风情，杨老师是驾轻就熟，得心应手。哎，小宁波，怎么样？我来做人弄个生意的嘛。你给我看看鸭子吧，疼得厉害。哦，我知道。你叫我吃一次疼就行了。等我等看看。哎，看过来。哦，我知道。哎呦，想去啊！我疼得厉害啊！我吃了一点汤，我都疼得更厉害了。多毛脆！哎，是是是是。去你个奶奶！你怎么看《西厢记》啊？又咋多那个不放着的看？哎，这有什么好看？我这个近视眼了，两千多度了，看不清楚哎。我近视眼，哎，嗯，没法子想。好了，你看嘛，你看嘛。哎呀，眼睛里去了。哎，一个先生哎，你这个人的嘴巴怎么拆落了你啊？你这个眼睛要吃掉了你啊？不是我吃的，是你自己塞进来的啊！哎呀，吃心这么重了，你个牙齿刮不了要痛哎！可是，哦，先生，嗯，你这个牙齿了，哎，里头了，来了乌塌塌的，哦，那了乌塌塌了，哪有用了？乌塌塌了没用啊！哎，那干脆，哎，有啥办法想了？拔掉去，我拔掉舍不得的了，这不拔要痛哎！那没有办法了啊！好，牺牲一下，你给我拔掉，哎，我拔掉去，来，同盟都定好了啊！你给我打几针麻药针？麻药针，多打一点麻药针。哎呦，好的不？麻药针我麻油呢，啊，麻油，麻油，哦，不打麻药针，打麻油的。不是打麻油，麻油就是你们北方人家的没有了。我疼你啊，那个没有就没有了，什么麻油麻油，麻油。好嘞，没有麻油就疼的了，痛我稍微个痛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把七十二块就咳嗽上，我自己刮到我来了啊。俺就不怕疼。哎，好，你来吧。哎，拿家伙来。哎呀，那个西，哎，西山，我个机子坏掉了，找多少机子了？我刚用这个钳子的，给拔起来杀不完，快一个拉一把的。哦，你这个宁波拔牙是这样拔的啊？那个几次挖掉了。嗯，别紧，别紧嘞，没关系，不疼的，不疼不疼。一咳嗽，哎一个，咔，拔了来。行，哎，来吧，哎。啊，一个先生，个心受开心了。我只要拔完了，要拔的，这要拔那个我子了，我嘴巴张得像鸡屁股个毛头，我几次拔拔不进去，怎么拔不？那要怎么？嘴巴里张大，嘴巴整大，哎，行，哎，哎呀，哎
一个先生哎，你这个嘴巴怎么像橡皮筋一样鼓为收拢来了你？我害怕了。不要怕，胆子放大，嘴巴张大，我看准都不拉一巴头。好，行，来吧。哎，好。啊！呜呼呼！家伙弄哪能不是怕牙齿弄怕石头啊？要死！我们这个骑上去女仆仆了，要死啊！是啊，那拉了这个石头往外头拉来了，跟个石头崴进去。我们北方人是玩石头的，你崴它不够你，玩的还不够。哎，我还要玩。哎，东西啊，哎哎，崴进去啊！啊啊，拉来，好好，开始，来，开始。我脸上杀死我了，哎呀，真的，小宁波，鸭子爬下来了吧？下来，下来了。让我看看，小宁波，下来。哎呀，好家伙，你本事不小了。哎，我说你本事是大的，我他奶奶疼是疼的，疼不稍微的疼了，光是光无痛来。哎，喂，你把哪一个牙子、啊？还上头一只呀、啊？要死了！我是底下一出毛病了。哎，个对不起，你这个家伙的嘛，你心里开心吗？我那么怂，太早了。哎，你心里开心吗？哎哎哎！怂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要发出什么怂嘛嘛声来？哎呀，奶、哎、奶，哇哈哈！他奶奶，我揍你个家伙，成子，他娘的！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爷，哥们。跟那弄，那都去冷一冷，冯军在那旁边冷一冷啊嘞，地了解了。哎，对，喂，不行的。哟，大爷们客气噻。哎，好久不见了。哎呀，我当啥人了？原来是十八八。什么十八八？还十八八难听吗？三六九。是呀，三六九呀，三六九么呢？三加六几伙啦？九啊。九，那么后头也是个九。哎，两个九。两九么几伙呢？你叫你十八。哎，那么还是十八八啦。哎，倒不错。哎，是十八八。当然。十八八难听啊，要叫的好听一点。哈哈哈。那么我叫你阿七。我要他嗲嘞，哪个吃得消的，就叫三六九就行了啊。哦，来，给我想个办法啊，把它封起来，封起来啊。啥当伙计？拿一个袖子掉下来。哦，谁知道我嘞？这哈嘎嘎，扒了哪那门再来挪下子啊？哎，我叫他们拔牙子，他们不是拔牙子，拔那个袖子呢。哦，拔袖子。哎，你给我封起来。啊、你只要在门再来。不行，只要马上就给我封，立刻就封，要立等可取。马上就一个。对了。哎呦，可是上不着报一报。我当然嘛。我说现在你做这玩意儿生意还好吗？不办法呀，男人不在，那都是不嘛。那么现在等人家缝缝补补嘛，叫混口饭吃吃呀。那么你我说卖唱不唱了？卖唱啊。哎。我现在搭档不着呀，来就只拉五斤，那么你气这么，我一高头哪唱法呀？那么我还是人家缝缝衣裳呗，那么就在两地了。是这样的，哎，那么就干脆你嫁个人不就算了吗？哎，嫁人啊？对了吗？哎呀，三六九嫁一生，嗯，亲爱不要这样讲。怎么讲？中国上要想嫁男人。个真的把方啥用上？我的心里还也想嫁人，心里是不够想。回想起我的心头事，我越想越凄凉。不要凄凉，不要凄凉。对对。我说你唱两句闹打还是蛮好听的，不过唱这种俗的调了，我不喜欢听。哎哎，我喜欢你唱那么一些北方的玩意儿，北方调子给我听听啊。哦，你要听不方便的。对了对了，爽快。哦，要爽快应该的。对对。对那么我上月不唱这呀，现在是真正要么我唱这武家夫妇来听听啊。哎，
吴家坡，哎，好啊，哎，你吴家坡还是唱这个一马离了，还是唱八月？哎，十五月光明汉呀，好呀，雨个呀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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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你的，哎，八月十五啊。月光明呐、啊，好有点味儿哈、啊。雪大哥在月下，龙儿里个龙，就是问呐、啊，好好好，我问他。他倒好一副破了自在有人逢薛大哥这几年那、云不同他在那西凉路上受尽了苦，喜好好，我又塞了句啊，看不出啊，你会唱得蛮好的，而且你总的还是蛮唱的，想着出来的。我在山东这么是卖唱，我在山东卖唱，这哦哟，你做大生意的，我在山东是猴儿玩把戏的。哦，我生吃八戏啊！上海人讲的我生吃八戏，也要唱的。我生吃八戏也唱的。要唱的，哦、拿这个锣、哎，一面就走，一面唱。哦，什么？这个只为那户口奔四方，手敲着铜锣响叮当。哎，打开了柜呀，揭开了箱，你把那李四三娘装一装。大伙生来小伙生，你比那四叔子叫唐生嘞。哟，金木水火土，都是三根刀。走走走走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。去你娘的！你把我打猴儿耍了，怎么？哎，来拿来不？好好好，好的好的，行。有，有这个床不行了，不是我不是他这样，怎么会我不是这样，不是我。